玉里、富里两大金针山之旅正夯，金针花海满山遍野盛开。但是游客呢，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来自南投的旅行团一行人搭接驳车到富里乡六十石山，欣赏遍地橙黄的高山金针花海。而有一名女性的游客呢，在小瑞士景点不小心跌倒受伤了，导致右脚疑似骨折，无法行走。玉里分局设置机动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，迅速前往帮她送医治疗。一名妇人右脚疑似骨折受伤，无法行走，疼痛地坐在地上不断哀嚎。原来这名妇人原本在知名的小瑞士赏花，不小心跌倒无法站起来，民众马上报警来处理。接获民众转报，在六十担山小瑞士观景台旁边，有妇人因为爬上景观石上拍照，掉落地面造成右脚骨折。原警为了避免造成这名妇女恶毒伤害，现场与两名消防分队合力抬到担架上，并由地形高处抬下到产业道路，再送到荣民医院玉里分院就医治疗。在六十担山旁边都会有凉亭跟景观平台可以供民众拍照，民众在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旁边环境，避免沿途愉悦的以往心情，因为发生憾事。玉里镇富里乡两大金针山之旅正夯，玉里分局表示，游客出外游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六十担山设有许多观景平台以及凉亭，可以供游客欣赏花海美景。山坡花海虽然有大型的景观石，但是景观石凹凸不平，不可贸然攀爬，也禁止攀爬，不让沿途美景愉悦心情酿成意外憾事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富里采访报道。